迎欢迎妙妙回来。有去厕所吗，孩子们？真的就只有直播这种事情可以这样搞，才几秒也来不及。他可能把手机拿去厕所也说不定啊，很怕错，最怕错过那种拉链。哎，二十五秒要尿尿，原来你们知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小学？哎，老师，我想上了，给你一分钟，然后你们开始倒数，会很紧张，然后跑去厕所，压力超大。有啊，我很遵守，有吧？大家都有。那你们没尿我就跑出来，我就会很紧张，因为他是二号人，他习惯听令。真的哎，有没有真的有？我都很紧张，我都会觉得老师，我就没有。有时候，比如说一分钟，我真的 hold 不住，我觉得老师拜托可以一分半嘛，一分半。多三十秒差，真的有让我走回走廊那一段，那走过去要十五秒，回来要十五秒，那中间那一分钟我可以 OK 到，就是可以全部的解决很多事。就是在走路的时候，同时开始在，就是他需要边做作业边跑边偷棍子，就老师需要再多给我三十秒就 OK 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别闹，先刚刚说名字啊，我突然想到我表姐叫陈冠宇。哎，表姐，表姐，这名字是男生女生的，可以唱听看。真的，我会介绍这张专辑给他，就是一模一样嘛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是陈冠。老师，这名字比名字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，真的，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过女生叫。对啊，我也没听过，真的比较少，还没出生就先取了。哦，生出来，因为好像是算命的算，这种名字都是算命的。好，那所以哎，刚刚要再解释，刚刚有人问说是你的名字还是陈冠宇？你在讲是这歌名字？这首歌叫陈冠宇。对，这首歌叫陈冠宇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老师先帮我们带来这首，今天我们来演唱这首陈冠宇。对啊，我们这边的画面，他反而是没画面了。他现在就有，对。哦。噔噔噔噔。下一趴就先来玩天黑请闭眼，那我让佩蓉坐前面，然后我站着讲。哦，然后站着是不是？就是我就先好，我就坐到旁边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轮流。还没开始，现在怎么办？拍歌正在开始。那没关系，所以现在你就先坐在这里。现在系统哦，我们的导播出了点状况。说没画面，开始说坏话。等一下哦，我头发在荧幕上面看起来灰哦。对啊，你觉得是灰的还是蓝？蓝的还灰的？有一点偏藍，头顶是灰的，它已经快要褪成灰，灰色。如果直接这样看是灰的。你的粉很幽默呢。他们开始吗？之后反应通常有两种，不是问我会不会 piano， 就是谁的名字跟我相同。如果刚好喜欢与众不同，也许会有点难受。回头想想其实也不错，至少尴尬时有话题可以说。一直投手各种领域里面统统都有我，我想这个名字带点什么非常不同的什么，去了不会错。如果你也想去护证事务所，请听听我的劝说。回头想想其实也不错，陈冠宇们都会想以你为荣。
这名字真的带点什么非常不同的什么，去了变潮流。如果你也想去古镇事务所，请听听我的劝说、哦、要让自己变得更有用，城管与门都会上以你为荣，让大家都会上以你为荣，城管与这个名字真的很不错。来，陈冠宇。酷，太棒了！超，哎、欸，这首歌超可爱的，这是小品啊。小品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样子你会多一票陈冠宇的粉丝。真的，所有全部都是陈冠宇。然后你现在开成长，就是你每一张专辑都写涂陈冠宇，陈冠宇自己涂自己，对，涂自己，超酷的，超酷的，超酷，超酷。因为他就会写说，就是把陈冠宇这个名字，对，他是很普通啊，但你想，他其实也是一种孩子的感觉。来宾，你先回来吧，我们先回来。吉他，吉他架，先帮他拿一下，谢谢。所以你这样子真的会有一种要多了那个冠宇粉丝的感觉。你说你刚才没讲完，你说这首歌就是要怎么样？因为他就是，就他普通就表示说大家会想娶他，他一定是算过，对不对？那就是那等于就是说，就像假设周杰伦好，你可能小朋友哎、欸、我觉得周杰伦很棒，我就把你取名叫周杰伦，那种感觉，就是各行各业都有陈冠宇，那就是大家各对大家各自努力，酷哎，真的。像我们的老肖老板这名字应该是名壮名。很少，没有人叫名分，很少撞，所以他连字都很难，因为他字太难了，不会写，哪里呀、啊、哪里？小时候发起的名字问谁？分比较少见，分那个分，你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你的分是那个哦，我分是芬芳的芬，下面再加一个木头的，对，是你在讲草木分，大家知道是哪个分吗？草分木吧，草头分啊，对，草分木啊，草分啊，草木分都差不多。OK， 像许天要我撞吗？他现在是中间，对，我就的话，他们上面宝盖都会拿掉，比较多。那佩蓉其实是菜市场名，所以原本希望大家可以。但是蓉应该比较少，那个意思。啊，因为我原本不是两个字。真的菜市场名的那一种。如果你想去户政事务所，我来不及先听你的劝说，真的，最后打歌，他为了自己最后打歌，是。那我必须跟冠宇讲一下，就是我们本节目有一个就是习俗啦，也不是算习俗，就是要脱衣服是？想很久，想很久，对，想很久，其实有点热。没有，我们是玩游戏为大宗，就是音乐配游戏，但是我们游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宗旨，我们要揭露人性。揭露人面这么恐怖，这么可怕。本节目你以为看起来几个人开开心心坐在这，没有，没有，强的用力，开心坐在那儿，没有在那儿，没有。我们要跟冠宇今天玩一个游戏，上礼拜有玩过，上礼拜你没来，那我觉得这礼拜我必须跟你好好 PK 这个游戏，因为感觉很弱哎，好大 PK， 说不定今天你第一个被杀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这个游戏，就是天黑请闭眼的进阶版，音乐已经来了，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？我们这个音乐一下就要天黑，诡异，这个是，哇，这是以前那个灵异事件，对啊，这个。来，我们上礼拜那个蓝色头领，那个老师是什么？究竟佩芬她到底？哎呦，到底她老公会不会相信这件事？不是啦，我们在玩天黑请。那我跟大家解释我们的规则。我们这次呢，多加了一个警察的角色。我们一二三四五六，再加上外面还有个。居米进来，船，好配合哦，我们的居米，好，可以，反正就我们七个人，我们有两个杀手，两个平民，两个杀手，两个警察，跟四个平民，三个平民，对，不会算数学差呢，可能杀手兼平民，没有，那他就很会，我
们就是来，那讲一下，我们就是等一下天黑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要先抽，我身上有这个神秘小签，大家要先抽自己的角色，如同上礼拜一样。那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在天黑的时候，杀手会杀人。然后我们警察可以就是知道一个人的身份，那等到我们黑夜过去之后，等到白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互相推理，谁才是真正的杀手。那如果杀手今天两个杀手都死掉哈，就是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获胜，黑名与警察胜。但是如果今天两个警察都掰了，直接掰，那我们就是我们邪恶方获胜了。那我们就来开时间的游戏，而且今天七个人，而且又有我们的冠语，不一样的，很难猜。今天的我觉得今天就是没有玩过的人太多了。对，对、啊，没关系，你就跟着我们一起，等一下要做什么指令你就做。好，反正我就是会怀疑你就是杀手，那就要先把他杀掉。就是照大家照着主持人的那个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号码分别。你知道这样一到七吗？哎、欸，有人在那边讲说蓝色衣服的男生不见了，给我在那边一开始给我搞灵异，太可怕了，对呀，在这里，哇、啊，名分我脑中，龙虎我脑婆，真的哦哟，现在我们也开始建立有一些小小粉了，很谢谢大家有在看我们的节目，来，那从这边开始吧，先抽吧，来，哦，这就你的了。是不是中签？没关系，来大家抽啦，大家轮流抽，我要抽吗？要当然要啊，来一人一张，等一下你自己也要抽啊，我就拿你们最剩下的那一个 ，OK， 那凑过去了啦，没关系，你们就不要看啦、啊，大家拿着握着握好啊，握好握，那记得在也节目的持续当中呢都不能够，哎、欸，还有观众不要爆雷哦、喔，对，到前面去，到前面误导，到前面去，我是做了八张，到前面去开不要爆雷、喔，到前面去开签，观众看得到。观众可以看，我们到前面去开签。观众，平阳你先去。万一本是有人做，等一下，他多做了一个签，所以我们先啊。我们真的有蓝色衣服的人不见了，好可怕！我多做了一个签，到底那现在怎么办？先打开一块，你多睡谁先？对，就重抽一次啊。那给我好了，给我好了。没有，我只要拿出一个平民就好，我只要挑出一个平民。你确定你是平民？挑出一个平民，那你就是这张。你是平民多抽，对，我是多抽平民，我做了两个，你知道就 OK， 对，我确定，好，那我们大家先没有，我们大家先偷看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一个一个去前面，谁笑的？哦，好，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人，那我们大家闭上眼睛，因为我们要让就是申瑞去前面告诉观众他是什么，过去吧。有趣了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们在这阶段不花太多钱，再换我。OK， 把这个，那顺便关一幕嘛。好，再关一幕吗？换我吗？好。对。好，换我。不用关一幕啦，我们不要看就好了。那你走过去就看到。对，有道理啊！对，我关了，没关系，我刚刚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只看到我自己，我眼里只有我自己。好，你呢？换我们的冠宇来宾，要偷看，感觉他就会抽到，很关键，我还没有把我的签打开，你还没有看过，我还没看，我要跟观众一起得知我到底是什么，哇，很爱粉丝，是不是？哎呦。哎呦，怎样？这个哎呦，我只能说你自己小心啦。我怎么了？杀手就在你身边，真的？什么东西？其实他就是抽到杀手，所以才哎呦的啊，有可能。那我拿第一个，我觉得这也没。赶紧，他一定是有一个惊讶的东西，有职位才哎呦。一定有哎，这个哎呦。哦。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老板在讲。真的，老板太单纯。什么？那现在大家好，天黑请闭眼。那让我来讲，杀手请睁开眼。不要乱睁哦。只有杀手可以睁开眼哦。杀手 Q 人啊。那我们的导播可以帮我们 Q 吗？就是杀手请杀人这件事。杀手请杀人。还有，有，好哦。要开了吗？那接下来是警察要睁眼。好了没？警察请睁眼。
哎呦，不得了喽！好，天亮请睁眼。每次一睁眼都有一种超诡异的气氛，超诡异的气氛。刚刚转过来，会不会觉得这边也是在睡觉啊？直播睡觉？不会不会。那我只能说，为什么要是结婚人在睡觉？我只能说，刚刚我就一直觉得这里蔓延着一股杀手的气氛，怨气，怨气，有种有一股妖气，又是妖气，又是妖气，上一代妖气，这代最妖的那种。那让我们的那个导播，让我们公布我们第一轮谁被杀，杀手杀了谁？我们的杀手杀了谁？出局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人最可能。我上礼拜就在这个趴，直接出局，什么屏都没想到。他在导播公布杀了谁出局了，然后那个哦 ，Mandy， 拜拜。第一轮杀怎么杀了谁？导播，我们导播，导播知道吗？导播不知道。Mandy。Mandy， 暗黑兄弟，暗黑去旁边站。暗黑兄弟啊，我觉得。暗神姐，你追去啊！他做一个旁观者，他不爽，他不爽。哎，这样你就太酷了，他太酷了。他想玩。哎呦，美乐，我也想玩我发明的游戏。他哭了，应该不止一轮吧？等下再给你一轮啊，再给你一轮。还有，打扮速战速决来。哎呀，好乱。因为你还没看过，这一轮你是可以发表意见。他现在在气头上，他现在脑子一片空白，所有人他都想要杀掉。等一下，你们知道要的人要公布，要公布自己的职业，要对啊要。我必须讲一件事情，你们哪一个笨蛋真的是？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什么？换这一只，换这一只，行，谢谢导播。我感觉比较痛哎，好生气！平民们，我只能说你们少了一个超级英雄，警察吗？警察一开始就被杀手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这样危险了。我看两个杀手在你们之中，只有一个警察，全部都是小老百姓，真的是完蛋。我刚才在观察大家的眼神了，我刚才在观察大家。你看一下，你刚谁的眼神都这样，就只剩一个警察。而且幽魂，幽魂不能够发表意见，就是你在干嘛呢？只能在旁边看。你说在一直敲锤子，一直在生气。你可以就是尽量的主持。好，我就是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人真的很。是不是你？有是不是你？哎，不能看荧幕吧？不能看荧幕，闭眼闭眼的时候就会发现了。好了，等一下，是不是你？不是啊，因为他上礼拜就是第一个杀了我。哎，闭眼，睁开眼睛的时候会看到啊。睁开眼睛会看到吗？就是，那大家不要注意，大家不要注意，大家那我移过来我这里。我就是主持人。再问一个主持人。OK 好。反正这个游戏今天就是我主持，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真的很心狠手辣。我必须讲一件事情，以我的常理推断，他一定是上礼拜有玩这个游戏的人，因为你懂吗？他又杀了我。今天来大家都知道Mandy要被杀。多保佑。好，我刚刚真的很生气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啊，就是我平常跟子琪老师的交情。我靠，哎，他在咬，面手互咬。我真的觉得子琪老师的表情有点不太自然，微微不太自然。哎，其实通常你知道，先发表意见都会被杀。就是对啊，就是想要推。但是我身为正义的一方，我不得不说出这些正义之言，此乃正义之言。乱讲！你为什么要一直强调你是正义的一方？乱杀我啊！乱杀我！不想被当杀手，杀我啊！杀手想要那个。杀我！先杀手是不是可以假装警察？但是他刚刚讲的也对啊，就是他说，因为他刚刚故意讲说，本来大家就知道要杀他。嗯，是谁讲这句话？我没有发现，就是你。两个定我一个，哎，欧来。跟你讲，平民之力啊！内讧，平民之力就在这里啊！我觉得冠宇老师你发表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是因为他跟我最熟。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。我也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。
想到第五秒什么意思？我还在理解。哎、欸，这有可能在骗人哦，有可能在骗人哦。那我可以再稍微说清楚一点。如果那时候我讲杀手请睁开眼，杀手睁开眼，那从这边数过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那。两个杀手，因为现在有两个杀手嘛，他们用眼神交汇，然后指要杀哪一个号，要杀哪一号，然后啊，刚刚就说好是比三号之类的啊，对啊，真的二号了，我刚刚是二号，你刚二号，我真的觉得很真的是最毒妇人心哎、欸，是不是你？你们给我装妇人心，我在旁边默默看，这招其实蛮厉害的，就是你装不会玩就行，装不会，装不会玩，这时候我觉得。佩蓉，要我装不会玩。他刚刚怀疑我，然后现在是说不会玩，那明明是会玩，装不会玩。哎、欸，因为他刚刚说大家都会杀他，所以他就是推理，还是他是很笨，就是以为自己有推理。这一轮我相信我们子琪老师，我如果要投票的话，我会投这一轮。好啦，那我就来一个小小的幽魂来帮大家主持了。来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投票选出那个第一，总共提名两个了啦。你是说，就是子琪老师跟还是有人还要想要提名？他们都没有讲话。来 ，Am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要提名就我觉得怎么样哦？嗯，你自己讲，他上。他还在笑啊，他还在笑、啊。我觉得他真的很诡异，在我旁边一直在，一直在要冷笑，真的假的？他脸就是一个杀手脸哎、啊，而且他每次都不讲话。对啊，他的杀手冷笑很熟练。哎、欸，跟观众讲一下，警察他是不能够公布，他不能公布，警察不能够公布他。知道那个人的身份，他没有办法，警察没有办法逮犯人，对，警察只能够他只能旁敲侧击，对，旁敲侧击，就是用群众的力量，辅助平民，用群众的力量。所以其实我也知道你们当中谁是，所以我不就是我知道谁是，我知道一个人的身份，我知道谁是警察以外，我知道一个人的身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？为什么我刚刚是警察，我还上被杀之前？对，好，我不想太多了，反正警戒之光。真的很生气耶！我真的嘴生气。好了，来啦，来，你刚刚讲 ，Amy， 你要讲什么？为国捐躯。你讲。我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这整件事情你怎么看？肖老板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如果你今天觉得来宾是，你就觉得是来宾是啊，没关系。我觉得大家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第一轮好，还想说精忠报国。我一被杀掉之后，我都第一轮太难猜了。我觉得这是乱投，第一轮真好。那我们先从我们的许廷耀开始。觉得许廷耀他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石乃，他太会演了，他太会演了，但是给谁有了？真的，一票。等一下，我要。两票，好。我他就是抽到杀手，然后会装作自己不是杀手的。好，那接下来。我也，你我是李老师，知道我是不是正义？可是刚刚就说最先发言的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觉得我们负责这个风险。今天觉得我们的佩蓉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我相信子琪老师。你相信他，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他就不会杀我。我相信。好，你等下好好抽牌。那觉得我们今天，觉得我们的来宾完蛋了哎，装不会玩又好像真的会玩的来宾，感觉是最强，因为你是大学生。现在没剩几票了，是吧？分散就爆了，剩下三票。现在剩下三票，一分散就我们还没投好的。我们三，觉得冠宇老师，你刚刚有想投谁吗？你有，我是要投吗？你可以先投啊，你可以选一个人杀的。你可以选没有，你可以选一个人投票，你就把他剪。反正等一下会问到你，你要选一个人杀是？选一个人杀。你要投我的话啊！哎呦，大家都会玩好不好？大家都会玩好。那你刚刚这两个人有想投吗？没有，这两个都没有。好，那觉得我们今天来宾冠宇他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就不要他是杀手，真的，我会哭。然后那觉得我们肖老板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两票。好，他最沉默寡言，觉得我们上礼拜的杀手长君他是杀手的，已经少君没票了，已经没票了，因为我想黑白已经没票了，那所以是谁跟谁？没投，好，没投，只有两。
票你也投没用了，没用了。好，那就这两个。现在是我们两个要 PK 了。那觉得我们的大家想好了吗？嗯，就剩我们两个要再投了。对，那就剩下四个人投就好，因为你们一定投对方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投吗？你不行啊，你已经没有投票权了。觉得我们的四个人投还是可以吧？还是可以吗？还是可以。好了，那觉得我们的肖老板是凶手的，请举手。是选我、啊。三票，那就是他了。那觉得我们许廷耀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哇，这样怎么办？我突然理清一个逻辑，这两个是杀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跟他、喔、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许廷耀、子琪是杀手。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既然这样子，就要再继续，我们就要继续厘清这件事情。来，你先让你发言，你讲为什么？我忽然一直觉得就是你这个逻辑推论给大家听听看。老板一被举出来就很拥护，就子琪又很拥护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拥护很。虽然说他也有心，我从一而终都是投你耶。那个画风一转，就是真的，我就是你给你辩解三十秒，突然一个肖老板辩解三十秒，老板都是杀手，我觉得他一直想要把那个杀手的证明推给我。那你真的不是杀手吗？不是啊。你听他今天口音，知道他今天还是一样。好，对，固定的天然呆。我觉得他本身是杀手，他会装的。他不是啊，其实很呆。对。那你们想发现这样？我觉得他今天一直在那边推理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是。那如果他是警察怎么办？那你们两个就警戒死光。这就像我跟爸，这就像我讲的，一开始就是正义之正义的人一定要承受这个风险。因为我们必须。哎呦，他在告诉大家他的身份哦，他在告诉大家他的身份。嗯，我都不知道。平民之力啊，你讲我就信了。我现在就是，反正我就是一个随便讲屁话的人。游荡，我真的飘一下，不能转的啦。对，不然我又回头想要投。那他是下一个人，反正选一个人出局。对，你们真的一定要投出一个人啊！你们要投出一个人，让他再见。真的投吗？真的投。我们的冠老师，你有改变你的感觉没有？你讲，你刚刚是投谁？我投他。你为什么投他？因为他刚过去前面的时候，哎呦了一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用什么感？什么直觉？别的东西。别的，你讲出来啊！你要讲出来，要影响。因为讲出来是作弊。什么？讲出来是作弊。讲出来是作弊。所以你很确定？哎，我这句话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刚刚那个，哎，有可能散过去。我觉得应该警察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，你知道？他说别的方式，但是其实他是用正常的方式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其实用正常方式了解他是杀手，但他故意讲的时候，啊，哎，真的，他一直想要主导整件事情，会不会是刚刚就是我不知道啦。所以你觉得你就是知道说他就是杀手，你认为对？那大家是要相信来宾吗？平民请来点力好吗？然后我不知道，我也相信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答，我再投最后一次了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来，觉得我们许廷耀是杀手的，请举手。我还是觉得。哎呀，为什么？哎，他们是不是说我相信吗？他刚刚说我相信。我刚才说我相信，他眼睛呢？真的是自信的眼神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所以觉得我们肖老板是杀手的就两票而已，所以这样就是谁他是他哦、喔。所以现在开始准备，没有，我现在要公布身份，你要出局了。对，我要公布身份。那还要公布那个身份？好，我的身份其实就是你们这些渔民啊，是渔民，渔民。哎，我没有想到游戏看这么那么早结束，你们平民啊，平民啊，你们白痴，白痴渔民啊，真的是渔民。那我真的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两个警察哦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就是抽到有角色的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先被干掉。我也很容易被，我就我也是啊，就很烦啊，对啊，就像我们超级警察，他们一起警察。那好，那我决定下礼拜 Q 的人一定要是场外的人，就是天黑请闭眼啊，然后警察请，不能我们在旁边那边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刚警察一，我们两个一睁开眼的时候多尴尬啊！真的，我还以为你是杀手，原来你是警察。我是故意的，我故意的时候我还晚一点睁开眼。那你看到是我，你有觉得有救吗？没有，完全是那个少了一个同伴，就是啊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渔民啊，渔民啊，靠自己。在大家公布身份之前，我真的很想猜猜看到底谁是杀手。你觉得还是平民跟杀手可以继续玩下去吗？谁是杀手？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是。
我想我说平民跟杀手可以继续玩下去。不行啊，不能死，杀手阴影。可是我想说可以改变一下，大家猜猜看啊，大家猜猜看就好。对啊，一定死啊，平民一定死。这样平民一定死。因为杀手生态，现在两个杀手都可以等啊，就慢慢慢慢就慢慢杀，慢慢杀就好了。对。没有，就是啊，还可以再玩一 round 哎，再玩一 round， 可以再玩一 round。玩一 round。那我们要公布谁他又死了。没有，还可以再玩一 round， 干嘛呀？谁是杀手？他是说重玩，他说重玩，哦，重玩是不是？杀手怎么样都会赢。那可以直接先公布杀手，你就直接公布谁是杀手。我真的想知道这个杀手是谁。这两个。谁？你说是谁？这两个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就是幽魂，所以我们两个来讲，来讲谁跟谁。这两个。你觉得是谁？佩蓉跟。而且其实你指的第一个我忘了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忘了，你笨啊！然后让我觉得肖老板怪，因为怪，为什么？肖老板跟佩蓉，我上次也还蛮安静的。佩蓉跟肖老板两个妇人之心很可怕的。好，来吧，最毒妇人心啦，来，杀手，杀手现身吧，杀手直接站起来，直接站起来，打啦！我怕他还有猜中我必须讲，其实我一开始我只问他的身份，国泰就会在拍，他告诉我，可是我就知道不妙，因为我知道你被杀，对啊，所以我还来不及伸张正义之前，我忘了看，但是我却觉得这是他，为什么？因为。你放屁！你干的是不是我？好像是哦，你回放。看重播，你十一点看重播，我真的很后悔。等一下，那我可以问是谁把我干掉了吗？我们两个就是直接一起啊！等一下，这边的观众讲说，再玩吧，曼蒂会连续三什么啊？有啊，这是他说的好，说的好，真的要杀手就好。在下一轮不是？哎，对，你就是杀手。渔民们，你们真的是很多反向思考，真的对很多反向思考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对，是吗？就是平民，你们可以啊，这有什么？要揉掉，这多出来的，直接用揉的。你刚揉掉，直接揉，又没有用揉的，然后那是要丢掉一个平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等下算是七份哦，就把它揉在一起，揉烂这样。嗯，就是要对啊，揉烂，每个人都揉烂，让自己来揉烂，当气氛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要冲那个。我跟你讲，那你们平民们，你们可不可以有点智慧啊？对啊，我刚刚就说是他们啊。那你是你刚才你是不是因为感觉到我动作？因为你们椅子有动。哦。所以我说我讲话是作弊。可是这很难，因为我是平民，我一直故意动。哦。可是因为你知道我，要不然人家公抽了都一扭一扭。那你有比较了解这个游戏怎么玩了吗？我们的老师。那现在还有一个，反正就是把杀手抓出来嘛。对对，就是把。你就是那，如果是你自己是杀手，就另当别人，就是要把全世界人都杀光，没有到全世界了。隐藏自己的身份。对，旁边有风，心结。在猜的时候可以一直嘴炮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是 you know， 我真的必须跟大家讲，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正义魔人啊，我是善良的人，真的是。正义魔人。来啦来啦来啦，抽。因为广告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先请老师先唱一首歌。哦，好。走起，走起，玩太认真，上次给我们可以喝，可以喝。我们老师，我帮你倒一杯水啦。我也想要去倒一杯水。嗯。哦，还有广告。所以我们会有广告吗？已经广告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今天。就是因为拿菜啊。所以现在是广告时间。对，现在要先唱。老师唱完再广告哦。好，谢谢。可以请，可以请。老师，你接下来这首歌你要带来的是什么？接下来唱阿米巴原虫。阿米巴原虫，好啊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？我可以在这边讲吗？阿米巴原虫是在讲什么样的东西？为什么？他原来在讲梦想。梦想，对，阿米巴原虫不是很小很小很小那种，它是微生物，小小虫，对，然后微生物特性就是它就是吃东西，然后长大，吃东西长大，吃东西长大，就这样而已，所以它的生命就这样，哦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它就是吃东西，所以这首歌是有点，就是就算力很小一只也是要保持梦想，哎，不止，
不知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不知，我还不知嘞。所以，那你在是什么？没其他，因为我还没敢聊，故事结束。就是我只想要就这么单纯，就这么单纯，就跟阿米八元虫一样，那么单纯，变强，变强。好，那欢迎我们的冠宇老师带来这首《阿米八元虫》。重复播放，他说放弃吧，那个地方你根本不可能到达。难道我不害怕现实张牙舞爪？怎么可能不害怕啊？但怕又能怎样？时间没太长，想太多会来不及绽放，在青春稍微消失之前要去闯，受了伤却不退让，那才够张狂鼓掌，举个躬抬起头我还要闯，纵然前方光线还没太明亮，关起了一生的门，后面还有窗不放，转个弯信念会更加坚强。啊啊啊啊，但怕又能怎样？时间没太长，怕太久会来不及绽放，在青春稍微消失之前要去闯，受了伤却不退让，那才够张狂鼓掌，举个躬抬起头我该要闯，纵然前方光线还没太明亮，起了一身的门，后面还有窗不放，转个弯心里会更加坚强。谢谢，要讲吗？先休息五分钟，要回来看的哦。记得尿尿，记得尿尿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吧。刚刚比错七呢，我刚刚。